我在玩游戏。嗯，我在玩游戏，得买一个东西。它那个上架有限时的，是吧？对对，它是等于是在一个公示期。OK。然后我要等它那个公示期。什么时候啊？还有十分钟啊。所以我刚刚跟他们说，我说我还需要十分钟等一下那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就要，就反正你就一直待跟我待在一起，多无聊啊！我们就待着。我一会儿上完这个，我还要去上一个小课。但是小课练什么？因为那个车本来定好了会接跳舞蹈，就怎么把舞蹈跳得更好？对。还有几分钟。哎，声音要关门吗？不用。还有七分钟。哪个呀？这个。这太多人喜欢这个东西了。你别站我后面，我紧张。我不敢点，就够难见。两分钟，两分钟，一分钟。哇，这个几分钟怎么过这么快？要来了，要来了。为什么还没来？完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啊！哎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哦，哦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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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真的腿脚发麻。你上台前都没这么紧张吧？那没有，那没有，上台前也紧张，只是不说而已。好了，安心彩排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添加眼界夜卡，更多精彩内容、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